唉，早知道跑快一点，就不会被 Ted 抓到了。唉，我也是，平常只要多跑点步，就不会累得倒在地上。想不被抓吗？想不累吗？那就来参加我们尔湾清泉谷基督教会5月19日6K 长跑活动，保证你在以后的游戏过程当中不会累，不被抓。